你搞唔搞得起個氣氛？呢樣嘢就唔係人人都做到啦。我覺得呢個就係音樂係可以佢令到呢樣嘢更加完美嘅事。我覺得個音樂係可以有能力去帶動到成場嘅情緒嘅，即係你要人哋嚟開心，即係唔係話淨係嗰對新人開心，即係所有人都開心，對我哋嚟講都一個 achievement。一開場你睇到嘅，即係望到啲 friend 佢哋，咦哇，邊個唱歌？即你唔知嘅，你以為請咗個，哇！你請咗個咩巨星過嚟？因為佢嗰把聲好，好動容啊！嗰把聲。愛沒殘舊塵俗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刻刹那便要走。哇！佢话全场啲女亲戚系喊到咧傻咁滞，嗰个 part 部分完咗啦。佢话个厕所咧系满晒人，因为啲女亲戚系要啲朋友啊、亲戚啊，全部塞晒喺厕所度咧补妆，因为喊到咧，同埋可能你唔知就其实你嗰晚个音乐系完全系带动晒全场嘅所有宾客。咁藉住你唱嗰首歌嘅时候，即系我谂其他人冇乜感觉，但系我同佢系最深入嘅罪感就好深嘅件事，咁嗰刻就永遠都難忘。轉頭我 freeze 嘅時候，兩三秒之後，我轉頭望佢，佢已經喊到咧，喊到傻咁啊！我覺得係嗰個其實嗰個 moment 係啦，你捉到嗰一刻嗰一秒嗰個 moment， 嗰下就嚟啦。嗰種震撼性啊！你就算你而家頭先俾我聽翻咧，我都係呆咗咯，係。是所有嘢，我又會諗翻起嗰晚啲嘢啦，係好係可以好陶醉咯。能找到真愛已足夠，哪怕歲月一飄去未可留，能找到真愛已足夠。唯一一樣嘢我做得掂係有人真係走嚟讚我，同我講話你哋班好 OK， 我覺得係好 proud of 你哋咯，係。